我们现在要来玩四十秒回，就是四十秒内你们三个人各有一个任务，要成功才可以换下一个。对，任务。好累，我刚玩那个鱼球很累，反正就是完成之后才可以换下一个。然后如果下一个失败，要回去上一个。好，就比如说第一个是西西，他过了换观鸟。那我要第三个。你要第三个。那我如果失败，西西就要重来。对，就你的上一个就要。第一个是凯君老师。好，一二三。对，然后第一个是凯君老师，对不对？对。凯君老师就是跳绳，然后跳绳是等一下。跳绳是，不是这样跳哦，是这样后跳。这样后跳，对，我妈洗啊。这样才说管理老师不行啊。对啊，我这样后跳十下，这样子跳。你好吗？哎，我们节目有保险吗？下一位管理老师是跟我玩大小。对，那我现在先跳大小，然后西西是跟关主玩推百岁。哎，关主是谁？关主是他。那如果失败就要再回头，对，就是第二个失败第一个就要一个人跳就超过四十秒。向后跳，你这样哪叫向后跳？预备哦，计时开始，3、4、5、6，怎么越低？8、9、10，比大还比小？小。哎，我三，我三，快快，你要剪啊！你要剪啊！然后你要甩啊！然后呢？亲一下，那我亲你们一下好了，没有，谢谢，拜拜。